是一别断了线，幸福下再深一点点，你的微笑太甜，让我不停思念。不在乎距离多遥远，不管用多久的时间，爱是送信关键，我决定勇敢去冒险，要奋力向前，要飞到你身边，电力充满不停歇，只为你的出现，穿越黑夜白天，干爹会不会太 over 了？怎么会啦？你看，买一只满天星的钱，还有这个金链子的钱，可以救我们全家，有什么不好？你是在替伊做好事呢，替伊积功德，知不？哦，不痛哎，痛。那爸去本港干嘛？哦，他说去找你第二春呢。我的，我看他自己比较需要。来，啊，搞定。来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回后跳啊？对啊。你回到后跳啊？妈咪打电话给你，千万不要接，因为相亲动骨呢，一百天。打没打没啊？我住的是高级 hotel， 没有妈咪啊。喂，小茹啊，我刚刚看到家族网站有一对不利子号的留言，我觉得这样不行啊。我们一定要去挺他。明天子号有个拍照的通告，我们去现场支持他。你有事啊？喂，九九啊，我们明天去挺子号，子号出了这么大事情，非常需要我们后援会去挺他。你明天要相亲？喂，阿妙，我是总统啦。我都还没说什么事情，你就说不行哦？啊，你要退出浩浩家族？不要啦，那些都是媒体乱放话，子浩不是那种人。这喂，我自己来。我接啊！啊！没事吧？老板娘，谁啊？是你。份一样的。哎，牛排再怎么好吃，关东煮终究比较不会腻。我又不喜欢吃牛排。不喜欢海选，下。这你爱吃的，多吃一点。
妈妈的记者会，我看到了，搞到全世界都知道你们要钱，太糗了。我妈妈是怕我吃亏，虽然方法不太对，但我知道她都是为我好。对了，为你好，送你去被包养。我什么时候被包养？没有吗？方子浩已经把你甩了。没有，我跟他很好。还在说梦话，方子浩根本把你当玩具，你们出去替他说话。我看你是拿人手软，现在拿的多了，连要求立场都没有了吗？静静，我只是担心你过得不好。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自己决定的。思凡，你已经没有任何责任。对啊，对啊，说想太多，我多事。如果人的电影开拍了吗？还顺利吗？顺到你无法想象。你知道我脑海里演法超多，从什么叶问、霍元甲、周星驰、陈浩南、茂博、马赏，我全都搞得定。我刚才就像说过，如果让自己导演模仿别人的演员，如果你真的模仿别人的话，他会生气吧？哪有，他爱死我了，老是要我模仿各种明星演法给他看。他还说幸好选的是我，如果是那个臭脸方子浩，拍戏闷死了。可是如果主角是子浩的话，他一定会尽量揣摩到如果娘要的东西。孙凡，你对事情总是太乐观，你要多投入一点。你放心啦，吴光眼光比你好，他欣赏我超过方子浩100倍、1000倍。你好就好，我妈快到家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这样不太好。那，拜拜。拜拜。奇怪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哎！你们等着我把你们重名吧。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怎么今天都没记者啊？你不是说人红记者就像苍蝇蚂蚁一样追着你跑？这类记者是最新型的，还不可以曝光。怎么了？担心自己不够红啊？那得好好拼一下了啊！哎，我腰上这样还拍哪里不够拼啊？不要拍这个，没有人拍那个好，形象好不好？注意一下气质，气质。啥？喂，我是阿边。啊，吴导演啊，哎呀，怎么好意思让你亲自打来呢？哎，是。哦，孙凡的伤已经好很多了。对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人他下次排戏的时候一定能够马上的进入状况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。啊？不用了。导演，这太突然了吧？都还没开镜呢。导演，你大人有大量啊，他也只是个新人而已嘛，啊，你就原谅他嘛。导演，话不是那么说嘛，既然你现在没有一个好的备案，你又何必急着把孙凡换掉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他不够敬业，我也骂过他了。
你相信我，他真的有敬业精神。喂，导演，喂，导演说什么时候接着拍戏？你先把今天工作做完再说吧。我现在就要知道。好了，现场都 OK 了，孙凡，你要先拍你特写啊。急什么？我跟纪检把话讲完再说。啊，快点。你先专心把今天工作做好，嗯？你不说我不能专心？我听到你讲电话，他是说我没敬业精神。哎，请孙凡了。哎，大家都在等你，进去吧。对，吴国阳说你没有敬业精神，所以他决定把你换掉。今天我去他办公室试着说服他，但是如果你现在再不出去完成这支广告拍摄的话，这边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没有敬业精神。停车！咔，再一个，这满特写 take 十。Wonderful，Hardball， 咔，孙凡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这满特写 take 15。孙凡特写 take 21。Hardball，Wonderful。OK， 好了。吴光电影那边你有新分吗？我尽力。你是经纪人哎，经纪人不是该负责搞定所有事情？艺人把事情先搞砸，经纪人能不能擦屁股，你要看对象是谁啊？哎，吴国良他本来就是死脑筋的人呢。他都认定你有不敬业的态度，就算我费尽全力去说还是不成功的话，你要搞清楚啊，把问题惹出来是你不是我。谁说我不敬业啊？我敬业到卖命嘞！哎，阿Ben啊，这位是我们武术指导小六，我等一下拍摄有一些部分可能要跟你们沟通一下，来跟他讲一下。导演说孙凡以前是替身嘛，所以待会呢这两块由他自己上，啊至于飞车的部分呢需要技巧，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呢。这部分呢，我们直接由替身上。那我在这支广告里，岂不是杀露脸？你放心啊，这观众他不会发现的，还是接受专业的意见比较好。要不然到时候出了什么状况，我们可赔不起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没意见。OK， 那就这样，我要自己上。
替身的动作有我漂亮吗？还是用替身比较好啦。我是最敬业的演员，我要自己上。好了没啊？在忙什么？拍拍啊！这是广告里，岂不是沙漏里？这观众还不会发现出了什么状况，我们可赔不起。但是如果你现在再不出去完成这支广告拍摄的话，这边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没有专业精神。你的欣赏我超过方子浩100倍、1000倍。如果让自己导演模仿别人的演员，如果你只能模仿别人的话，他会伤自保。要卡就卡，休息就休息，送规矩吗？我说我要休息。啊，一部无国良的电影要回来，这哪是做明星啊？朋友兄弟之间最难能可贵的义气啊！不管什么都做，为你今天的决定。孙发，我们的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吗？彤彤，你醒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也太夸张了，在少爷面前突然昏倒，医生说是中暑，我看你是兴奋过头。好糗哦，为什么每次碰到方子浩都这么糗啊？医生说你营养不良加睡眠不足又中暑，需要住院好好检查。那也不用住这种健保不给付又超奢侈的病房，趁还没过夜，赶快换病房，这样应该就不用付钱了。哎，所有的费用，少爷都已经叫我帮你付清了。是哦，老公对我这么好。你昏倒了值得，少爷不但安排你住 VIP 的病房，还送花给你哦。看到这个花，我病都好了。于幼童，星野真的下一棒应该是你吧？又付钱又送花的，这可是少爷看上的女人才有的恩宠哎。是哦，我愿意啊。方子浩，欢迎光临。听说破了蛋了，那破了蛋是不是不能生小鸡啊？爸，为什么这个问题不问医生呢？我就哎呀，医生说你就是你把我儿子骗进演艺圈受伤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没说话的份，坐下。坐下。怎么了？爸，为什么不问医生问清楚啊？我不敢面对现实嘛，这个蛋在人在。但不在九阳神功救不了了、关老爷为什么要拿断后来惩罚我？你别说了，看看怎么样啊。哦，哎，你们干嘛？哎呦，这就变成公公了。阿公，发生什么事？哎呦，议论及时，覆水难收，祸大难圆啦、不听关老爷的话，当明星拍广告，我们孙家三代单传，在这里断了。断？什么东西断？断了。爸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断了。想想办法。我断了，断了。先喝杯水。
医生说你的蛋蛋受到强烈的撞击，里面淤伤，外面擦伤，可能需要3个礼拜才可以康复。医生还有交代，只要在这段期间之内不要去刺激他，你的蛋蛋还是会有用的。你干嘛不早说啊你？那记者不知道这件事吧？传出去很丢脸耶。你放心，我们跟广告公司那边都已经达成协议，会封锁这个消息。你没事的话就多休息，我帮你去堵窝粮。Ben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拍电影，你一定要搞定他哦。如果我搞不定他的话，全台湾没有一个人搞得定他。嗯，你玩够了没有？我警告你，你敢再安排他任何工作，到时候躺在这里就轮到你。爸，不好意思，要换药了，家属请回避。哎，想不到啊，外甥啊，还有那么好的福利啊！哎，这什么名字啊？哎，电话。哎，好好好，爸爸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好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小姐，人家三代单传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爸。走，走这边。哎，吴总，阿公，干爹，我才刚发简讯给你，你马上就赶过来看我了，哦，好感人哦，我只是中暑昏倒，被送来医院。哦，好感动哦！其实是孙凡才刚从急诊送到病房，我今天没有时间看手机啊，彤彤，你还好吧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没事，我没事啊。孙凡嘞，他还好吗？孙凡的就是拍那个广告呢，受了伤，受了。咕嘟是什么病啊？不便及时了，他就在附近的病房。哎，不如你去问他。他没事就好了，他是大明星，才不稀罕我们去看他嘞。吵架了是吧？哎呀，吵架不好嘛。不如我叫他去看你好吧？哎，不用。阿公，你不要乱点鸳鸯谱。其实呢，你们进医院都是同一时辰嘛，天的安排啊。天意啊，对对。天意嘛。是。我看你是哪里手软，现在拿的多了。你要求立场都没有的话，需要这么委屈吗？我不想欠你。你欠我的，你还不出来，也还不起。我能还的，我就尽量还。但你给我们的钱，我妈妈花光了，我没办法。把钻表退回去给店家，车子卖给二手车商，200万现金直接交给你妈，那是封口费。我们不需要。你用错主词了。你可能不要，但是你妈一定会要。你为什么要这样侮辱人 ？Ben 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你妈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你妈会比你想象的更需要这笔钱。如果你还在有对你的感觉，你只是在浪费自己的力气和时间。我不会再为你冒险，也不容许你把我卷进任何的危险当中。你怎么可以这么离世？你早应该学会的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只是不够聪明。
只要不犯错，你还有机会的。我指的是工作，你可以走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面汤烫到我。吃泡面就吃泡面，回房间去吃啊。我想说可以出来透透气啊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就好。吃啊！我哪敢啊，你大小姐在生气，我阿公说你连看都不想看我一眼。我当然生气啊，人没红就大头病，我跟阿明连当你的跟班都不如，干嘛拿自己热脸去贴你冷屁股？好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就算你要打我要骂我，我都不会还手，要怎么样都可以。啊，我骂够了。你要欠阿明一次，我愿意被他骂十次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笑我。其实，我真的好想阿明。受伤是伤到哪里啊？怎么受了一个伤变这么娘啊？不是就跟你讲不要笑人家、啊，你自己还不是很 man？ 两位小声一点。拜托你们帮个忙，可以吗？我有诚意，我怎么会没有诚意呢？没有诚意，我人早就跑了嘛。你们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千万不要到公司来，好吧？我保证我会处理，拜托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个，嘿，嘿。演唱会的事情还没处理完。当然有那么简单。我现在还在跟协力厂商商谈一个双赢的方式。看能不能让彼此损失都减少一点。取消就取消，又不是下次不办，除非他们不想做下次的生意。对，我也是用这个来钓他们。我知道你觉得我取消演唱会很任性，但我真的想不到更好的脱身方法。子浩，你干嘛跟我那么客气啊？你这样会吓到我，不要跟我客套了。从你出道，我们就在一起。我聊你了，我也聊你。最近有心事啊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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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全没有。我心里面只有效忠方子浩这件大事。哦，对。我正想下个礼拜去把新演真的合约解掉。照你的习惯，签约金应该是免了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他解约？以新演真的状况，要做他真的太难了啦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不能再让他跟你有任何牵扯。观众越快忘记他，对你越有利。他做他的，我做我的，但是我要你帮他。子浩，他不行的啦。他有你，你行就够了。Show me your power。那我只能够想一些比较另类的操作方法吧。从今天起，新野真和我毫无关系。你力哥是背着我在帮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只要看到你的成果。我懂了。哦，对，子浩，明天早上如果没事情的话，我想请个假去看医生。又失眠了？哎，再不拿药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去解决你心里的问题，会比吃药更有效。既然你要去医院，就顺便带个水果篮给彤彤，要最好的。好。请进。可以进来吗？可以啊。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啊？睡不着来找你聊天啊。觉得你有你这个朋友还蛮好的。经纪公司给的水果，你也是啊。好大的水蜜桃哦！你们一人吃的东西真的跟我们老百姓不一样哎。哎，不行，不行。哦，你说我是不是个很讨厌的艺人？之前是。我不懂哎，我一举一动只是模仿方子浩，为什么就没有人觉得他机车？方子浩是方子浩，孙凡是孙凡。有些人呢适合走 superstar 路线，有些人只适合走亲民路线。你是你，干嘛模仿别人啊？因为我不知道爆红艺人应该什么样子啊。就是你自己现在就是死样子啊。你有交过男朋友吗？这么多情书写给谁看的？你干嘛偷看啊？你没品哎！走开呀！你真的有男朋友？没有啦。没有。那房租谁付的？说老实话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干你屁事哦！哦，还有男生送你花。没有，你手上拿什么？没有，苏黎，大儿子。幼童小姐是哪一个病房？我看一下，在那间病房眼角。谢谢，客气啊。伤好些了吗？嗯，医生说我再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。导演，上次不好意思耽误到你的进度，幸好住院天就是读书天，我现在每天啊都在熟读剧本，相信下次排戏你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你不是我爸爸，我没有你这种爸爸。我猜你要的是这种感觉吧。都没跟他讲。
我是想说让孙凡自己跟导演您沟通一下，说不定导演你会改变你的想法。我决定的事儿就是决定了。很对不起，那天当那么多人面前给你一个耳光，我太冲动了。导演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那天其实是我态度有问题。当一个演员不知道导演要什么，是导演的责任。你没有错，我选错人了。我很喜欢你的特质，但是拍戏我需要专业精准的演员，你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儿子这个角色我必须换人了。你不是答应我你会搞定吗？你自己没准备好，我又不能上场帮你演，我怎么帮你搞定呢？你很有天分，当有一天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机会还是有的。导演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在这个时候把我换掉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男主角的角色被吴国良给，接班男主角要换人了，不选子浩，选个痞子，果然有报应。身为浩浩家族的会长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你应该超高兴的，对吧？对，可是为什么被换掉啊？用不着几天，孙凡就会变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更是超级经纪人，超级经纪人不但看走眼，而且还隐瞒真相。哎，我搞不好可以一石二鸟，连贝尔一起杀。彤彤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，你这个会长最棒了。来，吃水果，这是子豪特地帮你挑的。要不是彤彤打电话跟我说孙凡被吴国良换掉了，我也不会马上跑来找你一起去看他啊。这种时候孙凡最需要的是爱的滋润，他需要你。阿明，我都跟他分手了，他不会想见到我的。怎么不会？我跟他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耶，除了他阿公跟他爸之外，他最在意的就是你啊。谢谢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也一样。彤彤告诉我，孙凡亲口跟他说，他很想我。他连我都想，他一定更想你啊，只是说不出口。会吗？会。既然他都知道错了，身为兄弟的我，当然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啊。你是我打算送给他的最大奖。孙凡，孙凡，他死了，死啦。死了最好。我是送行者，我来化妆。我的人生好惨，单破，广告代言也没了，连电影男主角都废了。你不要难过嘛，一年电影开了十几部，这部没有，还有下一部啊。懂了，选上接班男主角的时候吵得那么大，
现在没了，新闻一定炒得更大。全世界都知道我很烂，这样以后没有人会来找我。你是新人，新人演不好，天经地义的嘛。我不是普通新人，我是超级新人哎。我看啊，林是无国的，他嫉妒我爬得比他快。你自己说，演艺圈有哪个新人可以像我用这么快速度爆红啊？也是啦，别人要爬几年的高度，你爬几天就到了。爬得又高又快，摔下来当然摔得比别人都重了。你别想太多了。我心情不好，说点好听的。你就是老是在听这些好听的，才会把事情都搞砸。这医院里的病人都需要打吗啡来止痛，我现在需要就是吗啡。你说好听的，说大声点。你爆红纯粹只是个意外，就像那些中大乐透的幸运儿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他们。可是中奖的人往往都觉得自己的好运是应得的，所以就不珍惜。然后嘞，好运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待太久。我要你说好听的，忠言逆耳最好听。我还是要说，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不会想想自己做错了什么吗？就算打了吗啡嗑药，药效退了，问题还是存在。所以我说你红，你就真的是红了吗？你不想安慰我，也不用在我伤口撒盐吧。你走了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你走啊，滚啊！随便你。我真的不会处理男生哭。你不要哭啦，你哭既不闷又不帅。好了，你的身手迅速又利落，你说话幽默又风趣，心地善良又温柔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哦。我刚刚说那些难听的，只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努力，要让那些人有机会看到你的优点。看到你的优点，他们就会爱死你。知道你讲的是假话，可是我还是很爱听。谢谢。劈腿，请你原谅我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老公，我的心永远属于你。感谢上天给我机会，在那一天一瞬间照亮你的脸，和你虽然只是擦肩，但我知道你会是那个那个我的谁。半夜三点寂寞若隐若现，有了你在我身边，将孤单统统消灭，我的手你可要牢牢地牵，因为我们即将起飞。有了你在身边，我一点都不累，自信还大大加倍。有我在你身边，把悲伤化作喜悦，
让梦想全都实现。